头先等好了，他不提的公司这个女的。来啊，不争气了没事啊？哎，这不像你们这不要了再来。我也拿不了，是吧？啊，两把金枪了，你后面来也是子嘛？进去了，进去了。他真是进去了。哎，阎王刚拍拍来着呢，哎，又拍了走到哪里去呀？俺我们那都是发药的，发到发里面去过。证据啊！真当啊，都证据了，侬到哪里去？哎，是我的妈，菜不亏女白粉。啊，菜不亏女白粉，大的。那不可以生气的嘛，这电视电视的电视电视的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是西施，我给穿一百块的，给西施我们整到电视电视两千两十的样子。啊，给这钞票来称称啊。有我发票了，有我发票给他一千点那里。发我先吃到龙眼啊！刚刚是打，不是。王伟来打黑皮蛋。我们王子哎。打黑皮蛋了，当初打黑皮蛋了哟，俺们王打个王子蛋好赢了。俺们王子来的来着。这个娘，你看我这娃，是啊，这个娘都是千里山的，我都晓得他不正。你那个，我就跟他不靠近。我们吃的饭都跟着旁边这个乡下一起的。那是你的地方。这是农村的民族，我们要再拼命了。这不能过一次了，农村没拉我。天哪！你说拉不拉？你说拉不拉？不行，千万不行！我是整容讲打的。啊，哎，那个真过上了，这个我那天还要把你妈的都要用嘞。我来，我来的，那这个我们钞票就在这下一次嘛，我上一上天黑那个钞票要我出的。那大概个这东西啊，这地基基啊都大了还得，你刚才那个基啊不晓得不得了了。你有买呀这个？对了，我们这里国家大概是这贵的钞票了，那这里有买去的。我电视票一张。哎，你那是钱哪能拿出来？啊，钱拿不行嘛，这还多人啊！那个在那个门里那是十几五啊，这都呢。那我们点点你个大概都是在那边身上。哈哈哈哈哈！人们都是一万零多，都是两万多。啊，几万都现在四万了。那你钱拿不行个点钱了？钱拿不行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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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
从那头上小小表枪拿不行吧？你不要做这鬼的！我拿给俺们的开始哈！拿着共产党的钱抢老百姓的房子，你们这帮流氓！